么都没给我一个。我那，哇，这影响好大。我呢度冻，但系即系其实系啦。劲唔正，真系钱。
去揾錢買球員，即係而家主打個方向明確咗去簽片簽，即係唔使全會費嘅。係啊，佢呢個人原本係買緊法拉利，唔係到簽約到期，即係佢同法拉利續約到期。即係譬如我簽明年嗰班波咧，你下年五年你唔續約，我可以同佢依家溝通簽。Thank you.
那种颜色。